下画面，谢谢。好，我们先看一下，好，从右手边开始。好，再到中间前方。好，再来一轮。耳朵这边。好，耳朵旁边。正中间。好，谢谢。好，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来递一下麦克风，也先请潘玮柏和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哦，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哇，潘玮柏声音越来越低了，我最早来是吧？好累，哎呦，有点辛苦哎。还好，但是真的看到了这个开场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是，谢谢潘玮柏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那其实这一次拿到这个最受欢迎的数位单曲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啊，因为其实这首歌曲相当的好听，我发现 DJ 们也好爱播 Moonlight。对，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这个叫什么？最受欢迎的数位单曲，每首歌都来，然后很开心嘛。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不是比较痛苦的状况下写的，然后生病嘛，对，找那个神经免疫，我也忘记什么东西，神经免疫失调还是什么，那时候写那种很痛苦，就血压会一直上上下下，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每天在录音室把这首歌写了，所以那时候觉得还特别开心的产出这首歌曲来。没想到这首歌这么好听，大家这么喜欢，而且也成为了大家这个上网投票票选出来最受欢迎的这个数位单曲啊。那当然，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专辑大概平均是在3年发一张吧。如果换句话说，上一张2010专辑的话，应该是2017了。2017吗？有这么久吗？加上3年的话，对啊，哇，两年多了，有。明年要发专辑的意思吗？还是希望是今年底了？还有，希望今年底，对，快马加鞭一下。好，会加油，会加油。对。那今天媒体朋友没稍微多，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开放给我们现场的媒体。好的，来吧。啊，不会啊，穿这样，这很薄，大家不要误会，这其实很薄的。我其实开场的那个战斗服反而比较厚一点，这是春夏。为什么每次都穿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利落一点。那因为如果穿短袖的话，会感觉有点就是你知道，只是包不住火那种感觉。我没有，你看他每次都喜欢胡说八道。我其实特别今天，其实我不是想戴墨镜，但是因为上次来小巨蛋的时候被拍成那个歌仔戏，所以我今天特别戴墨镜来，叫你们拍的时候不会特别不好看的照片出去。对，所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包得很紧，免得被拍出来照片很奇怪。对。不，下次穿。对的。是，确实是因为有备而来，今天对。再一次，你觉得那张照片比较好看，不要发是不是？右边，这边社会新闻，抢劫。有没有更瘦吗？最近啊，你觉得呢？你们自己看呢？什么收手？人家说瘦了，是不是收手？不是，我还差不多吧。我不知道，我最近趋势比较忙一点，所以就是对吃的比较多一点，对。但很开心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家飞来飞去做不一样的工作，然后今天又可以自己的歌曲有这个肯定，其实都是很好的事情，对，所以我特别的开心。有推荐最近有什么美食？美食很多啊。我今天本来想点珍蜜，它关门了。对，很可惜，旁边的便当很好吃，大家可以试试看。休息的时候呢，还是记得要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对，好好的美食享用完后，请记得年底希望能够等到潘玮柏的全新专辑。谢谢潘玮柏来到 TFM 听到流行音乐颁奖典礼，谢谢。好，谢谢潘玮柏。